家人们，来个大熏鹅。哎呀，大鹅腿来一个。哦，太香了。好吃吧？嗯，太香了，赶紧吃，抓一个。嗯，来，好，对，我就喜欢啃骨头。嗯，嗯，好。来，烫来吧。来个打打个刺，太烫了，我这。啃个额头吧。额头啊？这啥毛啊？好，来额头吧。这额头可能是最香的。嗯。就搁那儿，哎妈！你不，我先掰个腿儿，行吧？你就掰起来看。掰起来看。你们来吧，是吧？来吧。好吃吧？好吃，给俺们留点啊。嗯，那吃吧。好。今天吃爆辣金针菇，巨香虎皮五花肉，帅哥点关注，美女点红心，红烧五花肉，先来一小口。爆辣金针菇，绿辣椒，哎，太过瘾了吧！虎皮五花肉。感觉有食欲的，把你们免费小爱心给我点上一个，先来一小口。哎，
太香了。吃肉不吃串，香味少一半。看口大鸡腿，这个视频我想要88个赏金，你们跪我两吗？你过来吧。红胡椒。太脆生了，要辛苦了，快点！红烧小鲤鱼，哈！哇，炖太香了！赵成在作品第一个。哇，太香了，这一顿的吧。
太香了，金针菇。圆不溜溜的手剥笋，就有一个我剥好的，挺好吃。嗯，好吃吧？嗯，来我给你剥。嗯，辣好的。对，我不能吃辣，我要能吃辣的，我就不给你剥了。我自己剥。啊？我自己剥。是吗？嗯，哎呀妈，这手剥笋老香了，老铁。哎，这，哎呀，哎呀，掉了！妈，这也是精华呢，看没？好吃。哎呀，我去，好吃吧？嗯，辣好吃。辣辣吗？特别辣吗？特别辣。特别辣，我就不吃了。特别辣，我就不吃了，老铁。手剥笋，我都没见过这手剥笋，它这个长得又矮又小，但是很粗。嗯。哎，嗯，好吃，好吃，你一看着就好吃。还不孬嘞、哎！那玩意儿我弄的我要的我能要那啥的吗？哎、我看着就不错，好吃，我就要了。哎呀，声控嘎吱嘎吱的。哪儿呢？行了，哎呀，你这一口，你嗦了嗦了外边，你知道吗？你把外边那个外边辣，它这个跟那个长的笋不一样。对，就是这个是小胖笋。因为直播间的老铁们有认识这是什么笋的吗？有，这是真笋。哎，小胖笋儿。嗯，哎，来一口。小胖笋呢、啊？这个来，嗯，哎呀，真好吃！再来一个，嗯，再来一个，这玩意儿真好吃。今天吃爆辣大鸭血，战斧大猪排，帅哥点关注，美女两公斤，爆辣大鸭血。真香，又酥又脆，
还有块五花肉。感觉有没有食欲？感觉有食欲，把你们免费小爱心给点上一个。吃肉不吃蒜，香味爽蒜，再来一口。啊，太过瘾了！啊，蘸土大牛排，啊，还是再来一小口。哎呀，还是这玩意儿香啊！真烂乎啊！红椒，哎呀，太香了！啊，这个视频目前要88个小红心，你们会给我讲吗？再来一小口，过瘾！还是吃鱼是我的强项，哈。吃肉喝，啊，太过瘾了。教程研发了，再提个作品。哇，你胖吗？啊！啊！哇！
这个鱼被你吃醒了啊。鱼子。配过瘾了。